身材啊，有樣冇身材，俾個華為你咁身材好好靚都冇用噶。冇個弟弟啊，樣咯，重點係外表啊嘛，有身材可以 keep 啊嘛，身材功能死啫，好似隔離咁得啦。隔離係好靚定好身材啊？屬於兩樣都有啦。好靚，我唔中意大波。全數比一定全數比，你講到懶咁喎，喂懶咁掂下佢都話推開你咁嘥時間啦。男人俾晒啦，朋友都系咁啦。先唔睇下边嗰行咧，本身我就全部都自己俾嘅。女朋友升懒金啊，梗系男人有问题噶啦。A A 制好似好啲。咁你平时系咪 A A 制啊？一时时啦，一时时。A A 制，其实懒金冇乜问题嘅，我反而觉得系。有主见可，有主见咯，冇主见真系依赖你。有主见，不过你会打点一切咯，都几细心嘅。你女朋友啤得你好行。冇，好善良嘅善良。有大部分嘅男人都中意俾女人控制住嘅，有啲被控欲啊、被虐狂咁嘅。呢一世要同你玩翻一铺，美女与野兽啊！一路向宅女噶，你系娇女王。揽唔揽先？高登仔嗰啲咩鸡公翅嗰啲咁好过宅女啦，好似内向宅女好啲喎。咁社交女王会好啲喎，我不嬲都赞成人系多啲社交，社交女王嗰啲嘢。唔系 C 啦 ，C 够啦，吸手够啦 ，B 咯 B 咯，唔系个个中意，但系好似谢依健咁啲女，个个都好细噶。出嚟郑州啊 ！A 啦，诚实啲好喎、啊。A 级系最高级噶嘛。A 平时考试都系中意拎 A 啊嘛。可爱 type， 聪明咁啊，温柔系梗嘅，煮嘢好食系梗啦。靓女活泼可爱咯，煮嘢好食咯。其实靓女啦，活泼可爱同埋煮嘢好食啊。煮嘢食咯，活泼可爱啦，四蚊啦，平四得唔得啊？你而家好缺乏嘅。唔系啊，就系有咯，系啊，就系有咯。男人咧要求咧就唔系太高嘅啫，反而有时我觉得女性对男性要求高啫，因为每一个男人，你只要望到佢有努力嘅，佢都系个潜力股。香港女仔唔好乱咁发脾气就 OK 噶啦。